拉沙尔和苔丝在迷你世界中有一个非常害怕的人，你们知道吗？在拉沙尔的手中拿的是魔法棒，苔丝的手中拿着一把雨伞。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他们两个都有武器，谁都不怕。错，他们在迷你世界中有一个非常害怕的人，你们难道不好奇是谁吗？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喜欢苔丝和拉沙尔，那么请点一个赞。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我们发现苔丝和拉沙尔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还一起出去郊游。官方大大说，准备好被我恶作剧了吗？尽情期待和尖叫吧，并没有说拉沙尔他害怕谁。哎呦我去，关注发第一个表情包带走。喜欢拉沙尔的小伙伴赶紧关注发第一个表情包呀。すごい。并且我和学姐发现，在苔丝的简介中也没有写苔丝他害怕谁。那么拉沙尔和苔丝他们最害怕的那个人究竟是谁？今天我和学姐发现，这个人就是柳馅儿的化妆皮肤遥月仙子。小伙伴们你们看，主界面更新以后，遥月仙子霸占了左上角，并且我们发现曾经的左上角可是拉沙尔和苔丝的地盘，而在新版本更新以后，这个位置只剩下了柳仙儿。所以说这就可以证明苔丝和拉沙尔在迷你世界中他们最害怕的人就是柳仙儿，不然的话他们肯定不会让出自己宝贵的位置，你们知道了吗？